他爹给他冒离婚了，他冒在北京了，他给他冒过了，哎，给他爹下来就不过好，你孩子一年年不会。哎，给他爹下来就不过好，你孩子一年年不会。腿摔着啊，摔着踢钢板。摔了以后我。离了婚以后就没走啊，又没回来过，一直外头干了。亲弟弟还是堂弟弟？我就一个。他俩是什么关系？是堂兄弟吗？啊，反正一个就。